要问，两岸一家亲听起来好熟悉呀、啊。市长，想请问一下，您所口中的两岸一家亲跟宋涛的两岸一家亲有没有一样？只要在两岸之间呢、啊，能够平等、智能、友善，在交流过程当中能够降低冲突，大家互相往来，务实交流。所以你认为您的两岸一家亲跟他的没有什么差别？我相信只要大家都是平等互相对待哈，大家好好的善意的沟通，那彼此之间有良性的互动，多多沟通，多多了解，如果能够降低冲突，这也是个好事啊。是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希望的交流是基于刚才市长讲的，基于平等，基于这个善意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啦、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市长，您认为中国有在对台湾进行统战工作吗？